carry 是什么意思？它英文字面意思是拿走、搬运、携带、佩戴、输送等意思。但是除了英文本意之外，它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竞技游戏中，泛指主力输出型英雄。可能我们在看电子竞技比赛中会听到解说在那说啊，说谁谁谁选择了 carry 位，意思就是那个选手他选择了整场比赛中的输出位置。 carry 位主要特点呢是输出高但是防御低，发育时间长。一般来说在电子竞技比赛中放任对方 carry 位不管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 carry 位都是双方必须要针对的目标。但由于其自保能力不强的特性，团战中也会很容易被击杀，所以双方队员保护己方 carry 位是非常有必要的。